Hello everyone， 今日大叔同大家介绍下奥克兰国际机场嘅国际离境攻略。咁嚟到离境一层嘅时候咧，就会见到呢块牌啦，揾翻你相应嘅航空公司去揾个 check in 柜台喺边嘅。咁 B、C、D、E 系基本上系其他航空公司 ，A、B 就系新西兰航空公司。咁你大概知道去边个方向揾啦。咁啊 check 完 in 之后咧，记得坐住呢个电梯上二楼，因为所有嘅 departure 咧都系要上二楼嘅。上咗二楼之后，你会见到一堆嘅商店，咁啊喺度有啲嘢卖，可以买有啲书报摊咁啦。然后左手边就系过禁区去安检噶啦。咁唔入安检，行前少少咧，其实会见到个 food court， 仲有两三间餐厅咁样嘅。咁啊 food court 呢度有 sushi 啊、麦当劳啊、KFC 呢啲普通嘢啦吓。咁你未坐飞机之前咧，就可以过嚟坐下先，因为一楼系冇地方坐嘅 ，check in 完就要上嚟二楼坐啦。咁之后我哋过安检，过完安检之后咧，就有一个卖化妆品嘅商铺啦，免税店。咁啊，后面仲有啲卖奢侈品嘅劳力士啊、Hugo Boss 等等嘅呢啲所谓名牌店啦。之后我哋睇下奥克兰嘅呢个中庭嘅全景系点样，系啦，大概就系咁样嘅样。咁啊，新装修过嚟嘅，都系靓靓仔仔嘅。不过咧，佢中间仲有啲商铺咧喺度装修紧，或者系围住咗嘅，就未。都未完全开得晒嘅，咁所以嘅话咧，今日嘅视频就到呢度啦。咁啊，欢迎大家收睇我嘅视频，咁啊记得订阅、分享、评论、按赞、弹幕、做依波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。咁最后，唔好走住，仲有嘢俾大家彩蛋，睇下我见到边个。拍张好啦，到了，领单啊，打羽毛球的好不好？冇错，我就遇到呢个超级渣男林丹嘅，系啦，咁啊，不过有啲传闻同我影相，算啦，费事俾佢影相我啦。好啦，拜拜。